吉打双溪环保站，每个人是人人拿一袋，而这一袋也是独一无二。我的篮子就是用这个纸袋做的，这个纸袋可以拿去商家上买菜、东西、装东西，很好用。装饰当美美，可以拿去宴会，也是可以上班，也是可以很好用。我就把它装饰一个拉链箱。利用回收的塑胶袋做成环保提袋，制作完成至少要两个星期。这次特地举办成果展，彼此做交流。陪衬的花朵同样是回收的塑胶袋做成，五分钟就能完成一个。折起来，是否危险？在这三分之一，三分边，剪掉二分，折起来。过后就慢慢松，慢慢松，一个比一个大哈。环保志工用行动爱护地球，也让人人眼中的问题变成美化人心的实用品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饶怡瑞，马来西亚报道。